新鲜蔬菜下锅翻炒，餐厅工作人员一早忙不停。慈济马六甲分会和蔬食餐馆合作制作素便当，带动更多人如素。上人也说，我们这个大宅教育真的是如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，业者也很说，哎，可以。其实没有什么考虑，就马上说 OK。觉得这个活动都很有意义啊，就配合他们咯、哦。就觉得你们慈济人很团结，然后来帮忙。没有荤食的便当一样色香味俱全，颠覆大家对蔬食的想象。How the taste? Very nice, really, very good. 因为我们要支持地球很严重啊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爱我们这个地球。对。我接到这些上班族，他们很难出来找餐食，尤其是素食，就发心。受到他，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亲人这样看待的，一切都很开心啊，因为他们感觉到好像是家庭式的这些菜，都是很精致。其实不是说吃素就不会有果丁，其实一定要是吃鸡肉那些来当做你的果丁烧。感谢你们帮我们送餐到这边来。人人改变饮食习惯，成就更健康的人生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之工，黄福源，马来西亚报道。